不一定有时间，我看看吧。别看看了，一定得来啊！一会儿呢，把聚会地址发给你。行了行了，就这样吧，我还联系其他同学呢。我。喂，初夏，我给你发个地址，你现在马上过去。哎，初夏，你慢死了，你怎么拿个菜篮子来了？我这不是准备要去买菜回家做饭吗？看你着急，我就没回去。我这可是约了好几个好朋友，你看你穿的。聚会，老公，你不是从来不让我参加这种聚会吗？你不是一直都很想来吗？怎么，我这次真要带你来了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这不是怕给你丢人吗？早知道我就回家去收拾收拾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会儿你给我注意点，别乱说话啊！我换个衣服。哟，陈峰，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，哥几个就等你了。来来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，有事耽误了。哎，陈峰，你老婆怎么提了个菜篮子就来了？哦，我刚买完菜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回家呢。行行，赶紧坐，少说两句。那个就是陈峰的老婆呀，听说她叫林初夏，在本市可是出了名的不被婆婆喜欢，而且这陈家根本就不承认她的身份，她还有脸和陈峰一起来？啊，那她也太惨了。她这种人啊，惨什么惨？她根本就配不上陈峰。没准陈峰带她来就是为了让她明白自己配不上她。我还一直好奇我们陈峰会娶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真像保姆。哎呀，陈峰啊，你不给大家介绍介绍吗？啊，这是我老婆林初夏。你们好。行了，陈峰，快让你老婆坐下喝点水吧，买菜也挺辛苦的。没事。林哥真是太厉害了，竟然能带我们到这种地方来吃饭，我做梦都没想到能来这儿吃饭呀。说什么呢，老公，人家陈哥现在是帝豪集团分公司的市场部经理，这个酒店又是帝豪旗下的，来这儿吃饭还不是小事一桩吗？帝豪集团，没错，就是本市最大的企业帝豪集团。哟，你这个家庭主妇还知道帝豪集团呢？略知一二。让你少说话。这能在帝豪集团上班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呀、啊、陈哥可真是优秀呀。你们啊，可别夸我们家老陈了，他啊也就赚了一点小钱而已了。都是帝豪集团分公司市场部经理了，赚的还叫小钱？你们夫妻俩呀真是太谦虚了。都是小钱，一年也就是七八百万左右吧。是呀，我们家的那套别墅也就一千来万，还有那辆保时捷也就二百来万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这压力有多大，把我们家陈浩都快给愁死了。哇，你们都住别墅了？看来我们这么多老朋友当中就属陈哥混得最好呀。看看我起早贪黑的经营公司，一年也就挣个一两百万而已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和你们比啊，真是差太远了。哎，兄弟，也不错啦。哎呀，哥几个真是年轻有为呀！以后有什么好项目，就要多想想我们家俊明呀。哎，对对对，以后有什么好项目，想着哥们我呀。对了，陈峰，你公司最近怎么样呀？啊，还那样的。老样子。要我说啊，谁让我有个好老婆呢？
这些年也多亏圆圆的支持，在工作上帮我出谋划策。嫂子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。大家拿我说笑什么呀？我老婆学会计出身，也在我公司帮忙呢，平时多亏她的协助。陈峰啊，你老婆在你公司做什么工作呀？没呢，她一直负责我的起居。啊，那这不就是家庭主妇吗？那不就是在家买菜、洗衣服、做饭吗？老婆，你少说两句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要我说呀，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非常重要，为人妻子当然要有能力为男人在工作上排忧解难啊。对呀，就是我做的饭我老公就很喜欢吃啊。嗨，这算什么，外面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啊，况且在家做饭多了会变成黄脸婆的，你看他那皮肤。圆圆，你到底是怎么保养的呀？快教教我们，你看你这皮肤吹弹可破的。哎呀，也没什么保养啊，就是在保养这一块呀，我老公从来都不吝啬他的钱包。改天啊，我请你们去做美容哈。哎呀，不是我吹呀，我老婆这皮肤啊，说是什么都有人相信。老公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圆圆这气质一看就与众不同。陈哥，还是你小子幸福呀。柯夏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嗯，味道挺不错的。那是当然，今天这地儿可是五星级大酒店。吃相好难看，就是一点气质都没有。小峰啊，你平时不会是不让你老婆上桌吃饭吧？啊？我看他这狼吞虎咽的，看样子是哦。我也没吃多少呀。你赶紧给我闭嘴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陈峰。我们是跟你老婆开玩笑呢，你不会真当真了吧？难得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一起，再怎么样也得吃完饭才走吧。是啊，陈峰，我们这几个平时都爱这么开玩笑的。弟妹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还开玩笑，明明就是瞧不起人。陈峰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好不容易聚一次，你这样走了不太合适吧？坐下，大家一起吃个饭，喝个酒，也算联络联络感情。金哥，你说是吧？还是七阳识大体啊。老公，咱们坐下吧，不能丢了你的脸面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想干什么。哟，陈峰兄弟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刚才的事情别往心里去，是吧，丁磊？当然没有，我们没有那么小气。来来来，大家快吃啊，想吃什么尽管点，今天啊我们家请客。对对对，大家使劲吃使劲点，今天我们家请客，保证你们呢吃好喝好。还是陈哥一家阔气啊，有大人物的风范。来来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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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生女士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凤鸣阁包厢需临时通知，需要你们清场。什么？给各位换一个普通包厢可以吗？给各位带来众多不便，请谅解。你们酒店什么意思呀？没看见我们才刚开始吃吗？就是啊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？敢让我们清场？不好意思先生，我也是按领导的意思办事。我们这里的一位金发会员习惯了凤鸣阁包厢用餐，他的优先等级比您高，
这不，他在外面等，给您带来不便，请谅解。金卡会员，这一看就是什么楼层。我这装逼才装了一会儿，如果被清场了，这一看就是大人物。陈哥可是帝豪集团分公司市场部经理，不是这里的金卡会员吗？